欢迎回到 Kingdom Rush Frontiers 的世界，我是某 A， 我们开始第五关战役模式的旅程吧。这关多了一个新的英雄，布莱克松船长，这次选他试试，看看有什么好玩的地方。小心海盗丹，除了在这里，你无法再找到了像这样的一群狡猾卑鄙的海盗了。同时，但除了在这里，你无法再遇到更好的水手帮助你渡过克里斯多海了。收买了一些情报后，我们得知马拉加乘船前往的神灯之门，并且雇佣了留下一船海盗来阻挡我们。OK， 开始吧。多了一个新建筑，四级炮塔的 Dwarf， 这是一个地震攻击塔，对攻击范围内的所有敌人造成伤害，但攻击频率慢。看来这关还能雇佣海盗和申请炮击敌人。这关的布阵应该是这样的吧。红色箭头所指的中间部造炮塔或弓箭塔，蓝色箭头所指的地方造兵营，拖住敌人的部队，好让炮塔尽量多的输出。其他应该就没什么需要注意的了。Hoist the colors!Freedom! Where be the treasure? Reinforce! Drink up, me hearties! Yo-ho!看来这英雄还能在敌人尸体上拿金币。
建好地震塔后，就能同时攻击两侧的敌人了。卧槽，左边还新打通一条道路呢，以前的 Kingdom Rush 可没有这样的设定。这下后面防守空虚了，还好有留一些钱可以造塔比一下。这拿斧头的皮好厚，两个一级兵营看来是不够的。哎呀，漏狼了，看来还得雇佣一些海盗才行。后面新开辟的路，只有兵营兵防守，没有远程塔的输出，总感觉心里不踏实。
这蝎子的皮也好厚，打了这么久才干掉一只。九只蝎子感觉有些悬疑了，赶紧升级兵营才行了。完了完了，蝎子完全吸收了刺客的输出，没有兵去挡了底下的杀虫了。这样的只靠兵营的防御的布阵果然不靠谱。Give me timbers!
一星，虽扣了18滴血，但都是右侧新开辟的路那里漏的。开始三星挑战吧，鉴于上一局的经验，靠一个地震塔基本就能守住正面的敌人，所以这次可以考虑用初始的钱尽量造一个高级炮塔，尽快把它升级成地震塔，然后再慢慢补上其他的防御。当然要记得后面的新开辟的路的防御，相信在红色箭头指的地方造个地震塔，蓝色箭头指的地方建兵营，就能保证后面的防御万无一失了。地震塔果然是绞肉机，看着好爽。
meaties. Yo-ho! Ahoy, matey! Freedom! Reinforce! Hoist the colors!升级的地震卡技能是熔炉攻击，发动技能后攻击范围内的敌人将会被烧伤，持续时间是4秒，技能冷却时间是15秒。来了来了，检测下后面的防御体系的效果的时候呢。升级剑塔的鹰眼技能，不仅可以增加自己的攻击范围，还可以增加相邻建筑的攻击范围，比如现在最顶部的地震塔。
刚刚升级的技能是拳技 A Quick or A Dab， 技能发动时将连续发出六轮炮击，伤害在30至40间，冷却时间是6秒，射速高且有不错的伤害，所以有了这个，不管是对付单个皮厚的敌人，或是护术的敌人、皮薄的敌人们的效果都不错。九只蝎子的这波来了，待会儿可以雇佣下光膀子的海盗。在之后我才知道，原来光膀子海盗有远程攻击，所以可以打他们当防守塔一样输出，最后不要让他们与敌人短兵相接。
好的，三星过关。地震塔的效果的确不错，感觉比 Kingdom Rush 的电塔更实用些。相信以后将会是主要输出的建筑单位了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儿了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